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Jones 首席电工。自从三年前飞哥带我进入航拍领域，我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一、组装四旋翼硬挂山狗；二、大疆精灵3P 的 4K 机；三、大疆 Mavic Pro 的便携 4K 机；四、大疆精灵4P 的一寸底 4K 机。现在正式进入第五个阶段，大疆雾2加上 X7 准电影级别的航拍。相信看我们节目的大多数朋友也和我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当这一次 DJI 发布 X7 的当天，大家应该也和我一样有如下几个疑问。一、S35 影像传感器是啥，和 M43 APS-C 全画幅的区别在哪？二、四个镜头为什么长得一毛一样？三、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本期节目就为大家解答以上问题。S35 是啥？官方给出了一堆专业的介绍。蚕丝X7 云台相机采用了 S35 影像传感器，支持输出最高 6K 30帧和 3.9K 50:94 帧的 RAW 格式。影像传感器单像素尺寸为 3.91mm。S35 全称是 Super 35 CMOS， 简单来说是对应于胶片摄像机，可以直接使用胶片摄像机的镜头，获得和电影胶片完全相同的景深。所以，数字电影摄像机通常都采用 Super 35尺寸的 CMOS， 比如佳能的 C300。这下厉害了。电影级的飞鸽暴力测评指日可待啊。 S35 和 M43 APS-C 全画幅的区别在哪？ 5D、A7 这些全画幅相机往往是 35mm CMOS， 而高端的数字电影摄像机却采用了 Super 35 CMOS， 可见并不是 CMOS 越大越好。四个镜头为什么长得一毛一样？拿到这款是 35mm 的定焦镜头，做工保持 DJI 一贯的高水准，外壳使用一体碳纤维设计，有别于常见的金属材质或者塑料，有质感，同时也带来了碳纤维重量轻的优点。金属触点采用了金属滚珠的形式，拆装时会有流畅的滑动感。遮光罩和滤镜安装是这样的，四款镜头尺寸、口径、重量都保持一致，就是为了片场快速更换镜头，而不用调整配重，以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这和电影工业中专业的电影镜头每一套系统内都保持一致是一个道理。我们量出 X7 配备镜头一起重量是630克，比 X5S 加 15mm 镜头的472克重不少，加之长度更长，风阻也会更大，续航也有所下降。另外尴尬的是镜头俯下时会怼到地面，降落时可要注意了。随之而来的云台自检也发生了变化，取消了俯仰的自检。除此之外，其他俯仰角度和 X5S 保持一致。云台表现如何？我们飞起来看看。好，甩。片中看到，云台稳定性依然保持了高水准，在 S35 换算之后，大约是50mm 标准镜头，在广角为主的航拍镜头中已经算是中焦了。这种对电影感的营造尤为突出，看惯了大广角航拍镜头的观众们来说，这样很有新鲜感。越长焦对云台的要求越高，当然对于操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很期待测试那颗50mm的镜头，应该会是更有挑战性，拍出来的画面也应该更有意思。拍照画质分辨率达到了6016×3379，当然拍照不是重点，视频才是。我们航拍素材特意选取了弱光环境和逆光环境，尝试后期拉高曝光，提高亮部，惊人发现后期的空间很大，而对于专业用户使用 SSD 开启 Cinema DNG 无损格式和 Apple ProRes 格式后，相信效果会更佳。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配备了全新的 DJI 自家的接口 DL 接口，有别于 X5 系列使用标准的 M43 接口。相对于这个全新卡口的出现，我更关心的是 DJI 在影像系统规范化、统一化的野心。索尼、佳能、尼康等各家的卡口标准都不一样，
这无疑增加了与其他品牌间的区别，所以摄影圈才有面门一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出了品牌粘性的重要性，以及用户在考虑换门时的成本。一次发布四款镜头，而且都是航拍常用焦段，可以看到 DJI 的诚意，也算是 DJI 对于自家镜头群建设的第一份答卷。官方介绍镜头解析力高达 8K， 所以全画幅的 X8 或者 X9 也想必不是梦了。这下厉害了，距离 DJI 单反相机上市也没有几天了。我什么时候能买得起？蝉丝 X7 售价16999，搭配的 DLS 16毫米、24毫米、35毫米三个镜头都是8499，50毫米镜头7499，三镜头套装优惠价26999，加上 X7 后合计43998，一台飞度开回家。其实，相对于电影行业用的各种镜头，这个价格可能还比不上人家一个电影头的价格，所以只能说，基本做到了降低专业门槛，而又在小型拍摄团队能够接受的预算范围内。至于个人爱好者想要买，你以为你是飞哥啊？一言不合就乌尔暴力评测啊？细数 DJI 高歌猛进的这几年，精灵2 Vision 的到手即飞，精灵3对竞争对手的碾压，精灵4机器视觉的全新概念，物系列变形机的迭代等等，每一次都让我们耳目一新。X7 的发布则释放了另一个信号， DJI 在构建家族产品体系、系统化完善产品线、巩固用户粘性的路上开始起步了。在我心中，电影的制高点已然定格在了1966年的意式西部片代表作《镖客三部曲》的完结篇《黄金三镖客》。教科书的镜头运用，茫茫大漠漫漫黄沙的质感，清脆的枪声和马蹄声，硬汉们的殊死搏斗等等，都给好电影做足了范本。事实证明，优秀拍摄设备的出现只是电影工业发展的必然，而关乎一部优秀电影的其他元素可能更重要。好剧本、好演员、好配乐或许更能代表电影的真正水准。终究，我们是要做优秀的内容创作者，而非器材党。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喜闻乐见的节目。下期见。